诶，只有一个地位方式有两种：古天时的茶家诶，还有非古天时的茶家诶。听讲啊，对地位地方来看，还分作茶档的茶家诶，还有后果的茶家诶。色型茶最给他茶，历史的世界会产生众多困难的试验的。你讲没注意，总会发生事故。第二呢，你关心茶的起步动静，也行的时间给加速。脚踏车就会向后弯，你讲脚踏车无固定好，就会受到惯性影响，跌到后背。电脑来讲，你讲你行驶中，车的紧急减速，也是紧急难挡的，脚踏车无向前弯。你讲脚踏车无固定好，就会跌到车的头前。第二是离心力，试验力为你车的改变方向的时间发生作用。一个时间，迄个脚踏车无固定好，因为受到离心力的影响，向路外飞出去。还有踩的经过模模糊糊、磨平的路面的时间，会产生阵痛力。一个时间会造成脚踏车上下紧摇。还有一种现象，会天天车速一降，影响一胎。迄个脚踏车无固定好，就会有跌下来的危险。我说提到查驾的时间，还有固定脚踏车的时间，千万要特别注意哦。Hello， 希望大家欢喜出去了的时间，第一个就会考量到安全哦。一下，我就要来为大家各做一摆脚踏车查驾的重点复习。首先呢，走定最重的石桥，还有查线来买脚踏车查驾的，要看清楚合格标识。走定顺序来到查驾的，第一步天色的查驾的，点。中右对头古天石茶家的点中右对我先去古天石喝茶还可以注意拆穿规范的查到查牌、查单，第古天是查家的，我生意蓝天小无的问题。古天是查家的，天朝到监理机关申请检验边检。视察的时间要看情况，不用慢速度，还可以注意各种路况的安全，随时抗议，安全安全装备还可以有保障哦。